大家好，我是阿Wing啊。咁我今日咧会带大家去一个近呢两年嚟比较热门嘅远足郊游地点嘅，就是位于大榄涌水塘嘅千岛湖啦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出发啦！如果我哋要去千岛湖咧，首先就要喺屯门站出发，喺 F 二出口嘅电梯一落去，沿住呢条路一路行就会去到新墟街市噶啦。在新墟街市旁边会有一个43号的小巴站，我们只要坐上去，去到总站扫管笏站落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一落车呢就可以见到前面有一个天后古庙啦，那旁边有个邮箱的，我们只要向着左边的方向一路走呢就 OK 的。咁今日咧就星期五嚟嘅，時間就大概下晝兩點幾左右啦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時候人就唔係太多，所以都幾舒服嘅。依家嘅路開始越嚟越斜啦，大家好，咁我而家咧就大概行到30分钟到嘅路程啦。咁其实我哋喺个位咧可以已经隐约见到水塘嘅面貌噶啦，其实都好靓嘅个位。好啦，咁我哋继续出发。大榄涌水塘系1957年建成嘅，佢系二战之后香港首个兴建嘅水塘嚟。千岛湖原本是一个幽灵河谷，所以储水之后就变成一个个的岛聚了。在2019年，渔护署先在麦理浩径的第10段编号 M181 附近兴建了一座观景台，个名字就叫做千岛湖清景台了。